我有啊，有啊，因为我是即譬如我个司机我唔可以24小时用噶嘛，佢都要瞓觉噶嘛，咁所以唔使啩，我自己都好中意揸车嘅，咁所以我就会买咗架车咁啊自己揸下咯，咁唔系嗰啲好复杂嗰啲路线啊，都系屋企跟住可能去点对点嗰啲嚟嘅，觉得自己驾驶技术有冇扣过分？有进步嘅空间嘅，但系我系啊，但系咧，我觉得我已经由我啱啱考车牌到而家进步咗好多。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，会成日俾人哋话我似揸游戏机嘅，但系而家我已经系进步神速，系可以安心咁样系自驾游啊嗰啲噶啦。我去第二度，我自己都会租车揸，都会租车揸嗰啲嚟噶，同埋都系放心噶。我试过啊，我嗰阵时喺北京住咗几年，我都买咗架车揸嘅，啲人话我劲咯，左太变右太又唔系右太变左太，我系好叻噶。你喺你班朋友之中，你系咪最劲嘅？喂，你有冇记得有一次咧，好大雨嘅咧，上年阿 sa 揸坐住我架车啊？安全送到去翻屋企啊！系啊，以为自己揸扎，唔系以为自己揸橡皮艇嗰次，我系啊，因为真系太大雨啦，嗰 round， 咁我就觉得我肯定到自己嘅技术咯。有冇试过啲惊险嘢？惊险嘢唔好提啦，以前嗰啲。我嚟听下啦。唔系就系最经典嗰阵时，咪就系你，我记得系去妹姐个生日会啊嘛，咁然之后因为好多记者啊嘛嗰次，咁然之后闪到我都睇唔到架车，然后咦听声停，原来嗨到阿学友架车咯，记唔记得啊？好似冇赔喎，好似唔使喎，见系 friend 未追嘅可能，未追几廿年喎，廿几年，咁但系而家冇呢啲，冇呢啲咁惊险嘅事噶啦，系啊，一来啦，二来自己揸都冇问题。感冒啊！因为咧，我早上个礼拜咧去咗两极天气啊。首先去咗新加坡，咁然之后即日就去咗，即系完咗 show 之后，第二日去咗北京。咁就四系啊，一二啦，即刻把声沙咗咯。咁咯，咁但系好翻啲。阿安仔合唱啦，边个啊？喂，你安，系啊，安仔。安仔，好熟噶。喂，你安合。系啊，好中意沙晒啊把声，因为我哋嗰日要坐喺户外啊，咁咧即系坐咗成三个几钟啦，咁就越坐得耐咧，我个感觉到自己把声个 key 又越低一个 key 咯，所以就冇办法咯。咁你啲新歌咁點啊？搞成點啊？都間住錄咯，一有時間就上個宣文度搞佢咯。點解咁耐都未出嘅？你話年尾出碟嘅？冇啊！我話出歌啫嘛，不停出歌啫嘛。歌咧嚟緊啦，轉彎到啊！轉彎到係啊，慢工出細貨。哦、okay ，其實錄好噶啦，但係就即係想睇下第三 plug 係揀咩歌好咯。係嘛？係啊，都係同意。因為第一 plug、第二 plug， 我覺得個效果、個成績都幾啱我自己嘅預期。咁第三 plug 就諗下係邊一邊一位啦。即係都係同一個新嘅個夥伴。係啦、啊，有好多啊，全部都好。全部都係啊，全部都係新嘅諗住。又冇俾一個局限，自己一定要同新嘅，我都有同舊嘅，譬如徐藝中，我都今次有唱嘅，咁所以，但係我哋而家眼前錄嗰啲都係收咗啲歌，都有啲新嘅，我都會覺得係好啊，等緊寫詞。咁你演唱會定咗未？未，仲未定。未。你會唔會啟德啊？好啊，想啊。會。想啊，系啊，即系想挑战下我身长咁样。系啊，但系咪都系年尾啊？系啊，即系仲未倾到。未倾到，你仲系下年年头仲有个澳门啊嘛，咁所以未。澳门啊？连续做三年，做埋依第三年就完成啦，咁就可以积极咁样搞年底啦。嗯嗯。澳门度show你会唔会小心啲啊？今次会小心啲啊？
唔係我小心唔小心喎，我好小心噶啦喎，同埋我不隔精奇，嗰個台落早咗啊，嗰次，咁所以我諗叫佢即係小心啲啊，叫佢小心啲，係啦，冇錯。咁你好翻未？我想好啲啩，咁狂瞓咯，翻咗嚟之後又狂瞓咗24小時咁樣。狂瞓24小時，瞓咗咁多咩？見有時間就瞓咯，中間瞓晏覺。而家你知唔知我要瞓晏覺噶？我你融入咗，佢融入咗生活。總之有時間就瞓。食完飯瞓午睡係咪？係啊，係即係啲電冇咁咩啊，冇咁襟啊。電冇咁襟。嗰嚿電而家要五歲。我需要差啲，我要运能啊！哦，你要运能，系啊！喺边度？喺边度差啲？屋企咯，要翻屋企，即系有阵时以前系咯，乜嘢啊？要搵个运差啲啊嘛！运能黐线嘅，自己差噶嘛，自己系啊，自己差好慢噶，差 super 差出嚟噶，我哋呢啲。点样自责？瞓觉。哦、oh, 耶、yeah. ！午睡。哦。谂乜嘢啊？你哋？唔知佢哋啊！我走过嚟谂乜嘢？想想想要啲爱情之用嘅差电？嗰啲唔系差电啦。嗰啲系滋润啦，落计油啦。计油。系啊。我有错咩？冇。系啊，滋润润滑，计油系润滑噶嘛？差唔多时候换计油咯。我副计都仲得，未使换。你头先话唔系副计咧，个旧电麻麻地啊嘛。你谂谂嗰个嗱，你谂清楚啲，个人咧系精神嘅，但系个身体咧去咗咁嘅时候，咁都要系咪要差下噶嘛？换啲靓啲计油，搵到个好计油咪换咯。都要揾，要揾噶，要揾佢，要揾個油站。想揾啲咩級數？有啲咩要？即係最高級啦。最高級。